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当然的事情啊，就是当然不是这样的事情啊，也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但是疼痛会发生在哪个位置啊？疼痛的地图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啊？我们当然要多方面的一个了解，譬如说心脏病未必是胸闷胸痛是在前胸这个地方，它可能是会跑到我们的这个上臂的内侧这个地方来，甚至于有些跑到背后等等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多所了解，再跟他临床上其他的一个症状做综合的判定，然后赶快就医啊，这是非常重要。好，但是总是疼痛应该是就有它的一个很明显的地图才对吧？膝盖痛你肯定就是在膝盖痛，膝盖痛绝对不会跑到手肘这个地方来啊。是啊，那同理啊，髋关节炎的疼痛，髋关节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嘛，髋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是大腿跟属膝部的地方，臀部或是大腿的外侧的地方，大腿的下半部与膝盖关节的这些地方都可能会疼痛，意思就是说它的疼痛位置不是在后面，它比较靠近前面这个地方，那可能往底下膝盖这个地方延伸过去啊。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神经的一个分布跟这有关系啊，它跟坐骨神经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它的一个活动度非常大，是我们这个活动度很大的一个关节，所以这样的一个关节它承受的力道又是非常大的一个状况之下，当然它有可能长久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就会有发炎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产生出来。它早期的时候它会受到限制的活动是什么？既然它活动范围是很大，那哪一个部分的一个活动一早期就发现这个有点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早点就医？当然是啊，那早点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治疗，不要等到最后必须要换人工髋关节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及早对症状的一个了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种广阔，就是因为髋关节它活动的范围很大，但是我们抓住它哪一个活动点可能是比较初期的一个症状，然后及早的来就医治疗，这是非常重要。好，髋关节活动度很大，你要在这样髋管的这个山林之间呢活动，这显然也有它的一个需要去走路很长远的地方，或者是骑马要骑很久的一个路啊。这在这里有人在骑马画的，你看这个山水画。在西方里面似乎跟东方的山水画国画里面很类似啊，人很小山很大，那有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色彩，那是比我们的这个山水里面的只是用单色的墨它有层次的稍微有点那样的颜色的不一样以外，约略感觉是一样啊，事实上差别还是蛮大，我们待会再仔细跟大家报告。这是19世纪啊美国的一位画家叫托马斯·科尔，他画的西部整个一个场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这个大山，然后这个平原是这样子，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再仔细来给大家看，这果真有一个骑马的人，他骑马是要往他家里面那个方向。那这里还可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有鹿在这样的位置啊，就是表示这个也有鹿在这里，表示跟这个大自然界的看起来是蛮好的一个互动啊。然后他想要跑的就是要赶快跑回到他家里，这是他家，家在这个山林，你可以看到哇，在这个一片枫林中啊看到的那个这个蛮好的情形啊。然后这里，所以大概原来那个画里面都看起来很小的东西，我们稍微放大给大家看，在这里这个位置啊，似乎有这个马车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表示有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也好，从他家里面也要坐着这个马车要离开的一个状况，所以一个小朋友要奔向他家啊，有些人要离开那样子，在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山水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家一个豪华的一个住宅区住宅，那感受蛮好的。好，那这幅画家很特别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枯树上面啊，他签上他自己的名字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就把这个汤姆斯·科尔的这个画家的姓名把它签在这个位置啊。但是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这里可以看到山上面有看到乌云，
乌云又是偏向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表示其实它画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的事件就是大自然界的威力跟人类的我们要去省思的一个地方啊。房子在这个地方，它画的就是在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件，土石流，下大雨以后土石流造成这个整个一个房子的破坏，造成九个人的死亡，其中还包括五个小孩。所以历史啊，二十世纪的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我们到现在也是啊，还觉得似乎这就是大自然界的威力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大自然界的威力而已吗？住宅你选的一个位置当然很重要，以外更重要的，我们如果对这个大自然界的破坏，就好像这个他刻意去呈现出来树木砍伐的这样的一个严重度，对大自然界不够尊敬的那个情形的时候，这个接着反扑的一个力道，它当然有可能会很强的那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又不再对历史有所那样的一个回顾跟省思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就会反复的一个发生啊。所以讲到土石流啊，我们身上的骨头关节它也是可能会崩解，会变成啊有一些好像骨质啊的一个流动疏松等等造成的一些影响。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髋关节，它也可能它本来是一个很密实的，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整个像大理石一样，不是，它是有空隙，但是在空隙中仍然去可以呈现出那样的一个韧性出来的，但是它如果变形扁掉了，这个活动肯定会受到影响。七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了，那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的背痛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可能从大腿的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这个状况，后面这个地方相对是少一点，但是前面这个地方啊，在髋关节前面这个地方跟大腿这个属膝部那个地方的一个疼痛会比较明显。所以这个疼痛跟我们坐骨神经痛，它是后面压迫到的神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髋关节它不会压迫到后面的坐骨神经，它会影响到前面那个神经，所以我们前面的疼痛会比较明显。这个那髋关节因为本身的一个活动性是很强的，所以这个关节面你一定要很平滑，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那造成整个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大家看到这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里有一点空间，那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空间就整个变窄了，就会被摩擦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病人的疼痛当然会产生出来，那疼痛产生出来的时候，局部那个地方的一个刺激啊，刺激那个局部的神经就会造成影响，所以这个髋关节本身的一个活动度又是承下承上，这个是从承载着底下的一个活动，然后往上的那个压力的，它又把它卸除掉，跟往上的一个稳定度要达成的一个状况，所以是非常重要。它有问题，那当然不良于行，不良于行的一个结果，对我们全身的那样的一个影响肯定是会很大的，所以这个疼痛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到骨科，骨科的意思就把它换上了人工的髋关节，来达成这个活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如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当然是解决它问题啊。不过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有很多在男性的话是酗酒可能造成，他也没这个问题，有时候就不晓得什么老化退化，他也有可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出来，来给予治疗。但是能不能早期啊？那早期会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就是内旋，我们那个脚那个地方啊，脚这个地方往内，这个叫内旋，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痛，这就表示早期。弯曲的时候会痛，这也是这个大腿这个弯曲会痛，这也就是非常早的警讯啊，要及早就医。感谢收看，再会。